公司想错过。好，想要抢便宜的除了百货公司还有这里，这五分埔时尚节热闹登场了，为期两天，现场提供了不少50元的流行服饰来做义卖，也意外让爱捡便宜的婆婆妈妈们抢破了头。工作人员再怎么喝足也没用，因为对这些婆婆妈妈来说，一件只要50元的衣服实在太诱惑。2、3、4，三十克开始，看看大家身手利落，拼命挖，拼命拿，拼命塞，就怕晚了一步，便宜货都被抢光光，现场抢成一片，几乎就要失控。真的抱着一大堆战利品回家，抢不到的只好负气走人。看衣服看不到，太会了，太会了。抢购现场旁，一场以花为主题的时尚秀正在同步进行，设计新秀们个个创意十足。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年仅15岁的小小设计师。你那衣服它是就是以那个最轻柔的那个全丝，然后呈现它那种比较轻柔的感觉。捡便宜秀时尚五分埔时尚节热闹登场。另外封面报道，天气也开始转凉了，也就是近。